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大家好，我是鸿海汽车的小罗，今天我们介绍这一台2016年 IS200T 天窗顶级版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 IS 的 200T 的内装配备哦。先上面有个天窗，这是顶级版的 ，Navi 版就是更高级的，这是第二阶的。澳门中间配有时钟，还有一些方向盘荧幕的一些控制，旁边的一些选择都在下面这里控制。啊，下面有通风椅跟电热椅，下面有手自排模式选择。啊，方向盘快控有拨片跟一些定速，平常怎么使用的方式。啊，这台车里程跑71000，算是跑得不多的，白色珍珠白很漂亮。这一台是我们 IS200T 的认证书。保证全车原版件，认证书都会提供给消费者，让他们可以知道这台车的状况如何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欢迎私讯联络我，我叫小罗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